喂，怎么了？他怎么说？那现在要怎么办？什么事业？你的事业就是事业，那我的呢？我才不欠你的钱。我也不想把我手上的照片曝光。你不要逼我去杂志社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有 No Here 的专辑吗？你找一下 N 字头，我看看。这是最后一张喽，你们可能要补货。哦，那个卖完应该就不会再进货了，它销量不太好。怎么会销量不好？应该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吧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那麻烦你先结账。我要签名。你是主唱吗？不是，我是杨金枝，这些歌都是我写的。那我记得他们的歌不是张振平写的吗？他只是挂名而已，我才是写这些歌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知道，麻烦你要先到柜台结账。出去，你为何要远行？而我早已离不开你。
在吗？